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广州建房服饰的展厅拍摄现场。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是一个牦牛绒的一个毛衣和单品类的纽巴纱。纽巴纱呢，这个品牌相信之前的老客户的话都已经听过这个品牌了哈。我们之前出的第一批的话是秒抢的哈，这次所以我们给大家上新的这个第二批。第二批呢，它整体的一个风格色系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哈，它整体的一个颜色呢都特别的明亮，而且这一次它的比例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它里面的这些连衣裙啊款式的话也是非常的漂亮。好，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它所有的一个款式。这次纽巴纱的一个牦牛绒的一个毛衣的话，这样是三标齐全的一个货品哈，小份的话也是100来件。它整体的一个款式都是非常百搭的哈，大家都知道它牦牛绒的话，它是比羊绒啊还有羊毛是更加保暖亲肤柔软的，而且它的一个价格的话是比羊毛羊绒的话还有是更贵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吊牌价。吊牌价的话都非常的昂贵哈，都是几千块钱一件的，因为它的一个材料都是选用了这种天然织物为基础的哈，所以说它材料呢本身就比较贵的哈。它这些亲肤性啊都是特别柔软的哈，不扎人的，而且它这些版型款式的话都不挑人穿，里面的这些开衫的话也都是百搭的一个款式。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第二批呢，就是因为很多顾客呢之前的话都没有抢购到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是纽巴纱牦牛绒的第二批。它整体的一个款式的话是非常多的哈，颜色的话都是百搭的一个款的一个颜色，单穿呢打底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然后像这一款的话，它是一个连帽的一个款哈，然后你外面的话配一个大衣啊或者羽绒服啊都非常的 OK。像在我们北方的话，它是穿一个单件在室内的话都可以哈。我们南方的话也是一些百搭的一个款式哈，非常的保暖。它里面的含绒量的一个成分的话都是非常高的哈，有牦牛绒、羊毛、羊绒，然后都是这种三种混织而成的。这一组的话我们陈列的话是黑白色系的哈，经典的一个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百搭的。那像这些一个高领还有一个 V 领的话，都是我们日常冬天非常常见的一些款式哈。像这类高端货品的话，其实是无论我们的一个直播呢还是一个实体都是非常热卖的一个货品哈。而且它的一个份数的话也是非常少，小份的话才100几件哈。像这一款呢，它的一个颜色的话是非常高级的一个颜色哈，这两年我们在一些时装周啊或者一些明星同款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哈。而且它整体的一个毛衣，它的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百搭，然后你们配大衣啊或者单穿配羽绒服都是非常不错的。像这类打底衫呐、或者这些纱牦牛绒的一个毛衣的话，都是人手必备好几件的呢。款式的话是非常多的哈，它有这种高领呐、还有这种圆领、V 领的都有哈。而且牦牛绒的话，本身它就是比较昂贵的一个材料，它是比那种羊绒羊毛的话是更加高档次的一个货品哈，像安哥拉这些，它这个是比安哥拉那种毛衣的话是更贵的啊。
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的话是非常实惠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经理，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的一个价格哈。份数的话也不多，数量有限哈，因为我们第一批的话就是预售的时候就已经抢完了哈，这一次我们视频一上新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经理。而且国庆将至哈，我们给到大家价格的话大家现在拿回去卖的话是正热卖的时候哈，因为双节特惠嘛哈，大家可以去店内做一下引流啊，或者是做一下吸粉啊，都非常不错哈。因为这种高品质的一个毛衣，然后价格这么实惠的话真的很少见的。它所有的一个款式跟颜色的话都是不挑人穿的哈，而且它的一个年龄跨度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大哈。它整体的色系风格的话都是比较清新亮丽的一个颜色。它的一个吊牌啊水洗标都有的哈，三标齐全的一个货品。像这一类货品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回去洗的话就是要格外注意一下哈。所有的款式呢我们都有给大家展示出来哈，款式的话也是非常多，它的一个颜色的话都是日常非常百搭的一些款式。像这类货品其实是无论是实体店还是直播的一个小组的话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高端货品的一个毛衣哈。好了，整体的一个视频都已经给大家展示完毕，有兴趣的小主们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经理，谢谢。